家好，我是娜娜，刚刚跟我儿子去发快递了，之前快递弄不出去，然后家里面很多，要把那些东西都弄走，现在7:30了，刚刚买完菜回来，要开始煮饭，我老公8:00下班回家，桌子上那个箱子拿去丢了，不要的。啊，那个不丢，那个小票不丢，我要赶紧煮饭，你爸要回来了，一会儿到家还没吃饭。有4颗肉还可以，我今天买的榴莲超好吃，又甜又香，一点都不水的味道。这个是金枕头，105块港币买的，人民币的话应该就是80几块钱，好好吃，特别有味道，就感觉吃那种干包一样的。我买的最好吃的榴莲就是这一种，就是小了一点，我上星期买了一个，一点都不好吃，还贵，好好吃啊，太好吃了。我感觉我能一口气把这一个都吃完。哦，好，等你几点呢？8:30了，有没有搞错？我去炒菜。哎，你把那个肉端出去了，这里还有一个粉蒸牛肉。好好吃的粉蒸牛肉，干嘛？我吹镜啊！来来，你说放点番薯或者土豆进去会不会好吃？薯条没变，番薯可能会变。是吗？我咪真系喐咗啊！佢真系腐蚀。开门，赶他出去，在外面慢慢吃。那你吃炸大肠的时候，我也没这样啊。有吗？啊，你吃螺蛳粉了。喂，我吃螺蛳粉怎么了？臭。那你吃臭豆腐，我也没说你啊。带你们人生。我没吃啊。我没吃，来嘛，亲一下，来嘛，三姐了，吓死你爸了。